喂，苏里，你是这个手机机组的朋友吗？我是啊，你是谁啊？苏里，苏里，他在这儿喝了一整晚的闷酒，我注意到他的时候，人已经不清醒了。谢谢啊。别喝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是谁出卖我？别喝了，你喝多了，我带你回去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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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我就想好好的把我的事业干好，这都不行，你们为什么要逼死我？我要你拍和苏黎的亲密照。